我都会上来走走，但是没有真正的进到教室看到学生，都坐在那椅子上，有很多回忆涌上心头吧。对对对，然后当然看到老师是一种 bonus 意外，意外到来，就是我看到老师还健在，很健康，这是我最开心的。只要还在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这是我一直想传达的信息。对对对，就是只要大家还在。健康什么都不重要了，老了也好，胖了也好，或者是有什么生活改变好，但是只要还在。